这个词抽出来之后，这个词就在咱们的经济词游戏里面解除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词。哎，富二代解除了。哎呦，我替郭老师谢谢你们。富二代解除了，来说一下这是谁的词，来为什么那解除之前是不是应该来一下？哎，你说大战者是富二代是我的词。来说一下啊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在说富二代，富二代就是啃老的意思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我这个90后来说呢，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啊去挣自己钱，花自己的钱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不喜欢富二代这个词。对，像我永远不说自己是富一代。对，哎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的，富二代这个词就在游戏竞技里面取消了，我被别人记住了。我倒喜欢这个词，但我不是。